欢迎大家过去有这个机会把各地的非传统的医学相关的工具把它集中在我们的台北做一个，一方面做一个示范，一方面帮助好多朋友，所以我这里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生技的长庚生技的朋友，多年来不管是有我们几位护士疗愈的这个同仁运动的同仁、运动老师，他们今天应该都在线上多年他们的照顾，跟我一起，跟我们大家一起做傻事，做一般人不会想做的事透过大家自己，透过好多宝，可以讲说这个地球全部的宝都在我们这里帮助了许多人，许多朋友，所以在这里要感谢你们几位大家。而因为有大家这样子一起来努力，我们今天才有能力，才有资格用这种方法接触几千人。像今天报名虽然有选举，大概有3300位，是相当难得的，就大家一起来做傻事，做没有人想做的事。就像这个读书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做的，不可能会做的。其实你好好过就好了嘛，何必花那么多篇幅，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宣传？宣传没办法宣传的，你看这是不是很有趣？而办这种事，一般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他一定会动用到一个大的这个业力，还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业力会浮出来，过去的业障也浮出来，相当多甚至不理性的事都会浮出来个人也好，我个人也好，大家周边也好，整个地球也好，这是我认为最不可思议的加快速度把过去的业障还回来。那这种傻事，我想很少人会做的，不是想不想做，甚至想做都不一定敢做。这是因为一个人只要碰到问题、碰到困难、碰到一个盲点、一个阻碍，大概也就自然就放弃了。这就是看大家有没有这个决心，有没有这个使命感，来带一起来努力。所以讲到这里，虽然今天我们有相当多朋友在线上是有一些状况、身心的障碍而我透过梦也好，透过我们这几次都在提醒大家尽量参加，因为这种机会不多，而我在各地去的地方能量都是相当特别。这个月也大概我们大家一起吧，一起努力，也就自然接触一些想不到的一些疗愈的能量，不管是蓝光也好，紫色的光也好，随时我在每个角落它都会出现，就是让我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反省。这个月是完全为的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帮助你我走出来，从这人生走出来。不管是在肉体上面，好多朋友可能有肿瘤也好，慢性病、退化病轻的、严重的，或是有忧郁症等身心的障碍都没有关系，都是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个不可思议大的螺旋场，我们看可不可以一起走出来。这是所以我讲说这一次是相当希望大家珍惜。那我是本来就到今天是最后一次，是我们几位同事，包括我们星星老师也好，陈梦怡更不用讲，他不断的劝我说应该再继续。所以好像前天还前几天他宣布我是临时决定，好吧，那在12月再办几次好了。
看啊，也就看大家的反应。那他把这个消息转播出去以后，就很你们几位好多啊朋友啊，美国也好，海外台湾啊，大陆中国，好多地方都把自己的一些体验跟大家分享，这我认为是相当好的现象。而且从你们的反应啊，有一些梦也反映给我，我知道你们有相当大的一个转变。意识上的转变，有很深的体会啊，相当深的体会，甚至可能是个脱胎换骨的体会，也是我这一年半观察我身边的同事，周边的同事也好，神奇的同事，我们康健出版社、蜂巢也好，音疗音乐的这个同事，我都发现他们有在经过这个转变，所以这都是好事啊，也因为。听到大家的这反应，我认为好，那就还值得嘛哈，就这个虽然这个代价也高，也有成本高，因为把这几千个人连起来，它当然是有很高的成本，我认为还是值得，所以就这样子。今天我们的题目，我想也是临时想到的，是。我们就这样子称好了。Why are you here? Why are you here? 为什么啊？为何和你来？你来这里是做什么？我们也可以讲今天的读书会，为什么你在这里？为什么你会来到这里？本来礼拜六啊，可以好好过，可以轻松的睡觉也好，休息也好。我知道今天也忙了一天，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我们把这个题目更大，可以变成为什么你这一生要来？难道你这生来是想学到什么吗？想得到什么？想成为什么吗？而你今天来是想得到什么吗？有什么讯息你认为可以得到，而让你可能找到 something， 找到一些你想找到的？也许是疾病，你今天是想对你的状况有个彻底转变吗？你今天来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停留在这个题目，很诚恳的、很谦虚的问自己：你今天来是做什么？可能是到现在还很好奇吗？听听摆到旁边，或是匆匆忙忙的，可能没有时间读书，而透过这样子啊，可以听多少算多少，可能吗？这是你个人要问自己。我们接触很多朋友很可爱，过去从真元一多年来就跟我讲，20多年来我真正没有时间运动打坐心调整，做心理的调整都没有时间，我每次都发呆瞪的这样子。那现在在全部生命系列也接触很多朋友说我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看书，甚至连听都没有时间啊，所以是不是你们可以尽快为的方便，为的我的方便，把录音摆出来，让我有时间再听，还这样啊，这种都有，所以这个大家每一个人这时候要很诚恳又谦虚诚恳问自己 Why am I here? 为何而来？为何我会在这里？会让我来？好，我们一样的把把光线降下来，说不定你已经做了。
把这个，假如有蜡烛点起来也好，把心收回来，闭着眼睛，我们来一起来共修今天的能量。前面也讲过，相当特别，相当特别。这恭喜每一位，你们所带来的意识都是好的意识，转变，希望转变，希望大家得到好处的意识，希望自己也进化。所以这个意识的能量是太不一样。也因为如此，我临时也决定，今天我们还是不要问问题，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共修，可以讲多少就多少，分享多少多少，因为每个人的层次不一样。那不是说很多朋友问的问题不重要，其实你们陆续去转达很多问题，我都知道，也想回答，但是很多问题都是人间的问题，比如说家里面的问题、出事的问题、烦恼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看有没有在别的啊，通过别的场面、别的个通道来回答。那因为这个层次不一样，每人所追求的不一样，修行的程度不一样，成熟度不一样，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谅解。我们今天很安心，一起来把心收回来比较重要。所以我们不开放这个问题，我们几位同事在线上也，你们也可以放松，我们一起来，就享受这个大的意识场，这个螺旋场，就不一定要去看有没有问题，事后我们再说。我希望大家一起来，我们把，因为讲到疗愈，我们把用两只指头比做个比啊，比喻一样的。勾起来，好像大指头，右边大指头跟第三个指头勾起来，不是有个圆圈吗？像个轮胎也好，像个戒指也好，把这个摆到，就是观想就好，摆到这个头顶上。大家还知道中脉的位置吗？头顶上，在中，就是假如我们从脊椎一直往上，就会到这个。在这个中脉的这个顶，它稍微在头的后面一点，一直把它观想起来，从上到进到头里面，脖子、胸部、腹部，一直到会阴，像个管子一样子，插到头顶，插到会阴，看可不可以观想起来。我们在光子瑜伽有这个细节，有跟大家说明更多。今天我们为的时间，就简单讲一下。看可不可以想出来，你平常最喜欢的光，是不是金刚白色的光、金色的光、蓝色？紫色、红色都没有关系，在这个中脉的管子，从头顶一点一滴、一点一点的一个光，从头顶落到会阴，它在通。这光好像从上面宇宙给我们的一个礼物，最大的礼物。从整个宇宙透过我们的头顶来接收这个礼物，不管是黄色、白色、蓝色、紫色，一个光进来，我们一起来跟一样的，我们用嗡把这个光引进来，从头顶到会阴。来一起啊！我讲嗡，你跟着心里面念就好了，念出来当然也可以，但是引导着光从头顶一直到会阴。
还可以观想起来，中脉一个管子在放光，放光。从这管子放出来，从这管子扩大，往旁边扩大。再一次啊，用嗡从头顶一直把它引导到回音。哦。一些国外的朋友再三希望我用英文，我跟他们解释我说时间不够，但是有些地方This is called Yoga of Light. What we do, we visualize light of your choice, of your color of choice, going from the upper part of the head.Through the Xiaomi, all the way to the bottom. OK, 就从头顶到下面，头顶到下面。OK, 好，就这样子哈，我们再一次。哦。假如你真正观想起来，不可能有念头的，一个杂念都没有，都想不起来，甚至连发呆这两个字是多余的。你已经把自己交给融化在一个神圣的爱里，神圣的爱场。好，我们看可不可以这样子，我们稍微把它做更完整啊。我们观想嗡、到心脏的时候转成啊，然后一直到下面到会阴那里，好像有下面还继续，中脉好像继续到地板，但是它不是像一个管子，像好像像一个绳子一样的。那我们用透过啊嗡啊轰轰，就把它扎到地板下，把我们自己很扎实的扎到地板下。So start visualizing with Om from the head coming down to the heart. You change to ah and visualize, continue visualize down until using Om.You insert yourself or the central Sushumna channel into the earth, into the ground. It gives you a grounding effect. 好，我们一起来哈 ，Om Ah Ho， 一样的，从头顶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光颜色，到心脏变成啊，然后 Ho。观想一直到地板下面，地球中心，可以观想到地球中心。这管子中脉插到地球中心，让我们充满的感恩对地球，平常我们踩到的地球，踩到的地板，
地，是神圣的地，但是我们不知道，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们在地上爬走，都不会去想到大地。好，嗡啊吽，再一次啊，好多朋友有状况，身体的状况，看可不可以随时都做，想到就做，这样子把中脉打通，跟地球合一，来，我们一起。With home, you insert the central channel, which looks like a rope at the bottom, all the way in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And with this, you merge, you're grateful, you're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on earth, especially during this Thanksgiving. 感恩节，在美国是个感恩节，各地都有。我们这通过这个做一个感恩的功课，我们可以再一次吗？一起观想起来，观想起来，中脉从头顶上来。接受着光，从宇宙，宇宙想给你这个光，给你爱，我们最多只是接受它，把自己的身份、自己的烦恼全部挪开，不管你白天扮什么角色，把它移开，很单纯的，就像小婴儿，把最初的念头当作你这一生的最后的念头，看可不可以做到。一起来哈，我们从头顶一直到会阴 ，on 啊 home。留在一个清楚的空间，哪一个空间不要去分析，不要去追查。Stay in a very clear space. No time, no space. That is the space, the sacred space of the heart. So let's see whether we can keep ourselves in that space. 我们停留在这个空间。没有空间的空间，来珍惜它，享受它。我们再来一次哈，这一次是很大的进化，好大的进化。其实透过那么简单的练习，你已经在告诉宇宙，我这生我来做什么 ？Why am I here？ 我想得到一个答案。已经把自己交给宇宙，让着宇宙进入你的身心。再来一次，我们讲 on our home， 然后 stop in the sacred space， 停留在这神圣的空间。
后。继续闭着眼睛，Keep your eyes closed。继续闭着眼睛。舌头顶到上面，假如有念头，不去管它，让它来，让它走，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一样。Let thoughts come, let thoughts go. Don't go after them. 轻轻松松的在观察，观察什么？好像都不重要。见证，见证什么？不重要，最多只是的维系的觉存在，什么念头来就让它来吧，他想来就让它来吧。不去干涉它，也有朋友可以继续观察，观想到。中脉，中脉在放光，就让它放光吧。你的注意，看可不可以轻轻松松点到上面，点不到也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损失，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好。一切这个世界是你我制造的，是小我制造出来的。没有我，没有这世界，没有人生，没有人间好谈的。你轻轻松松的，可以拥抱意识，可以接纳意识，接纳你真正的自己，本来就是意识，是全部。这个世界也跟着消失掉了。你去否定它，否定你真正的自己意识，也自然就回到人间，调回人间。回到烦恼、规划、计划、角色。迷路。
计较、羡慕、批评、判断、知道、想、只要你想，透过头脑在运作，在动脑筋，在想，你已经建立了一个时间的关系，一个前后的关系，过去未来的关系，你已经又建立了一个业力因果的锁，而从这个锁再也不可能跳出来，因为你认为这个因果是真的，真实不过的，当然是真的。你从早起床，面对周边的人，烦恼一波一波来，为了生存劳苦，做了一整天忙到现在，你说怎么可能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对你是真的，对你我都是真的。但是我们很少会去想到它是真的，因为我们头脑在运作，因为有小我，它才是像的，表面上是真的。没有小我，没有世界好谈的，没有因果可谈的。所以大家来这里做什么？为何而来 ？Why are you here？ 这答案就清楚了。你找错切入点，所以还要有一个目标，来这样要有一个目的。人生有种种的目标，有个更大的一个目的，甚至来到这里都还有个目的。不是身体想解答 something， 有什么障碍想解决，想化解，想消失，或是你可能在找 something， 把自己找回来。过去我提到身份，你也听过我讲身份，可能你今天来这里不断的回来，是想把自己的身份找回来。你也可能想成为一个醒觉的人，所以透过一次一次接触，可能你心中有这个目的，希望得到什么东西。你这一生来也是希望得到什么东西，成为什么东西，成为可能有财富、有名誉、有权力。这是大概一般我们几乎100%的人都会想追求的。也是让我们花着相当多功夫，相当多时间努力，可能一辈子一生都在努力，这些全部都在物质的层面，都在这世界可以看到、摸到、体会到、感受到，都在这个层面在追求，甚至连醒觉、灵性都还是如此。你认为要体验 something， 要体悟，要顿悟，要透过这肉体可以突然醒过来，可以变成有功夫也好，所以你一次一次来，可能接触修行，不同的法门，不同的老师，不断的在追求，追求 something， 追求一些东西，可以得到的一些东西，可以让你带走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必须要不断的提醒，你什么都得不到，
什么都学不到，什么都带不走，连你身上的衣服都带不走，你的名誉也带不走，钱、财、名，什么都带不走。本来就是虚的，都是虚的，是我们头脑制造出来的。但是我们还舍不得要把他们带走，带不走还要交代，还要留给下一代也好，交代别人该做什么做什么，可能也该救这个世界啊。别人既然别人不做，只好自己做，扮一个角色，一个菩萨的角色，这是我们一般都懂的，都知道。都在追求做一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很少会停下来想为谁有用，为谁在救，为谁还看不过，别人看不过，自己看不过，不断的要干涉，要变更，要追求改善、进步、推翻，不断的在这个物质层面不断的追求，在这个外在不断的在要求，当然期待不了，得到跟你期待不符合，没办法符合你的期待，自然就失望。自己心里失望后悔也好，或是对别人失望，也就这样子一连串的问题浮出来。身体哪一个部位不如退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退化，但是这个退化太明显，比如说有个肿瘤也好，我们心中绝对放不过，对肿瘤也放不过，对身体的疾病也放不过，对自己也放不过，心里窝囊，心里有阻碍，不舒服，就这样子，也就这样子，忙了一辈子，盲目了一辈子，来这个世界做什么，完全忘得光光的，一个影子都没有，等到下一次再来。下一次再来，大家以为是未来，也可能是过去哦，也可能回到过去哦。我记得在书里面也有提，这是跟每一个人想法是颠倒的，不一样。头脑就是本事，你可以投射未来，也可以投射过去。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学一次，再努力一生，一样的，什么都没有学到，最多只是体验不同。你本来是一个有才、有权力的人，而这宇宙非要叫你下一次来，变成一个很平常的人，甚至充满着阻碍，又穷，又没有达不到你的希望，人生啊，任何希望都没有，还非要叫你体会不可。因为这是一个意识谱，我们就是从一个意识谱透过二元对立制造这个世界的，它是完全是透过摩擦比较对立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有好一定有坏，美一定有丑，高低一定，而我们每一次一次来，我们一定要把全部这个意识谱，而这意识谱是个好小的范围，是我们人间头脑的范围，是透过我们五个感官所留下来的尺寸，所描出来的范围，非要叫我们全部体会不可。所以你试的这次来有点钱，有财富，忘记了，骄傲起来了。有点权力可以
可以欺负周边的人，可以做一些不良的事也好，你有名誉，骄傲起来，试试看，把你真正要来的目的忘记了，下次再来一次吧。当然，我们一般人会认为，只要你累积福德，累积越多越好。我这里必须要跟大家再一次做个颠倒的提醒，这些观念还是头脑的观念，是我们人认为什么叫好，认为什么是叫福德，认为是你什么东西可以累积，什么都累积不了。我们想累积的是个幻觉，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整个是虚的，头脑都是虚的。你说有什么东西可以累积，可以留下来，可以去追求，可以存档，什么都存档不了。也就这样子，又忙了一辈子，麻木了一辈子。我们不断的要求自己，失望，期待，要求别人，别人有一点点发生什么事啊，一大堆闲话就出来了，要可怜别人，可怜自己后要可怜别人，不断的可怜别人，也就这样子，一天从早到晚在忙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这样打转，转了到最后一口气，还在追求。这可能是我们你我每一个人的命，也就是如此。真正来这里做什么？假如我们还可以用目标、目的这两个字、这四个字来描述，来做个比喻，那我必须要再讲一次：唯一的目的来是醒觉。因为只有醒觉是你的本质，是真实，所以来这个世界是为了真实来的。你唯一的一个东西是永恒，是可以随时鼓励你，随时爱你，也就是真实，没有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全部都是假的，是幻觉，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连这两个字真实其实还是个比喻，还是头脑的一个产物。很多人认为什么叫真实，又把它当作一个相反的观念，一个对立的观念，好像不真实的对立或是反复，相反是真实，完全错了，是两个不同的轨道。你也听过讲不晓得多少次，但是我相信还是没办法体会到，是完全一个不同的意识轨道。真实是一个绝对的观念，是你不费力就在眼前，跟你找不找一点没有关系，不相关，跟哪一个门派、哪一个老师可以教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好多朋友跟我说，不断的跟我讲啊，可能又找到另外一个老师也好，另外一个门要入门啊，另外一个空间也好，另外一个练习的方法，另外一个法门，另外一个什么。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回，你们过去听过，一切都刚刚好，刚刚好你需要的，没有什么好追求，也没有什么好后悔。你层次在哪里？成熟度、熟念度、成熟度在哪里？宇宙就会安排刚刚好你所需要的，当时所需要的。但是你也可能花了几十年到处寻、到处练，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很
认真去追求，走到最后，什么都试过，什么都体验过，各种领悟，有些很深，很维系，有些让你眼泪掉不完的，从早到晚掉不完的眼泪，这生的全部泪要哭完，要净化，其实都是好事，都是好事，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好事。但是走到最后，你会发现，一定会走到这里所讲的沉浮跟参的门口。你不可能用哪，不管走到透过哪一个方向走来走去，哪一个法，你不管修炼了多久，走到最后还是有阻碍，要克服这阻碍，还是要靠沉浮，靠参，就是那么简单。所以我才会讲，你们也听过我讲好多次，沉浮跟参是为的最成熟的人，刚刚好准备好的人，在最后一个阶段，像一把刀那么利，就切过去了。Why 我胆子那么大，这样子讲。你们注意哦，在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分享很精彩的境界，我都是只会可能为你们高兴，为大家高兴。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点，不管多精彩的体验，多深的体验，欢喜多大，爱多广，光多强，走到最后，还是要点出来，为谁有这些经验，为谁有那么深的体悟，知道自己醒过来了，自己开悟了，是为谁？谁还有这种感受？知道是一片光，全部是个大幻觉，谁还知道？答案你也晓得了，当然是我，是小我，还是小我在知道啊？那这个我又是谁？我是谁？我是谁？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个答案。反过来，假如你没有一个体验，你没办法，或是你都可以丢掉，没有一个东西你舍不得丢掉，每一个东西都丢得干干净净，连领悟顿悟这种观念你都可以丢掉，来什么丢掉什么，不去管它，臣服，臣服到底，一样的，跟刚刚讲的完全一样。我们肯定一切都刚刚好，也是个臣服的功课，因为我们头脑很难可以不抓 something，不抓一个东西，所以用肯定一切，宇宙一切都刚刚好，这种肯定本身它有一个沉浮的味道，因为我们让我们抓一点东西，让抓这都一切都好，一切都好，让一个起伏，让一个起伏的作用浮出来，接下来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刚刚好，连宇宙都不存在，哪里有什么东西是刚刚好。这个就是更深的层面的沉浮，也就自然活出来了。你看这样子清不清楚？还可能到这里哦，现在哦，我讲我的，你可能你想你的，最多来这样还是很好奇，认为我讲这些跟你的生活、跟你的生命一点都不相关，好像这是没有事在闲聊。你回去再做你的事啊，烦恼该烦恼，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以再回去，这才是我认为最不可思议。但是在这个群，在这几千个人里面，已经有许多朋友知道回不去了，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你被真实感染了，在心中心里已经
刺穿、刺透一个伤口，我过去讲，这不可能疗愈的伤口，你已经彻底被受到感染、受到感动，你这一生全部泪经过全部生命系列都会哭完，都会流出来，流不完的，会让你一层一层的进化，透过泪把全部你每一个体、意识体、知识体、肉体、情绪体、全部体，全部把它连起来，做个短路，做个 shorting。透过这个短路，一个人自然诚恳起来了，知道讲话、做、行为变成几面一体，不可能讲瞎话，不可能做坏事，不可能单纯化。而这个单纯化会到哪一个地步，你现在想都想不到，宇宙也会帮助你，宇宙非要我们单纯化，生命单纯，所以你会自然会发现，本来头脑忙得很，一天下来忙得很，竟然会不想那么忙，宇宙也会帮你，就是你不要让你从很多任务也好，很多角色退出来，让你单纯化，搞一个段落，为什么还要继续做下去？这是别人不可能理解的，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就是你不要，头脑还会坚持哦。你晓得，头脑只要坚持，就不断的在抵抗，不断的带出抵抗，坚持就是抵抗，头脑坚持就是对心一个抵抗。我们再怎么去坚持、去抵抗，没有用。假如你诚恳起来，几面变成一体，你单纯化，心里面单纯化，它在外界也帮你简化。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好像宇宙拉的你的头发，拔的你的头发，拔的你的牙齿、头发，拉的走，非要让你进入当时耶稣讲的复国 ，the heaven of my father， 天堂，非要叫你进入净土，你就是不要，他非要叫你进去，这就是宇宙给你最大的恩典。但是假如你不知道，那好可惜啊！从别人的眼光，可能你有什么损失，有什么啊？哪里不顺，有什么灾难也好，有什么阻碍也好，需要克服，那你跟的可能可怜自己，这是好可惜啊。反过来，假如你有这个勇气，任何眼前的事情你都可以承担起来，都让他来，让他走，又怎样，连命都不怕失掉，这种勇气假如你敢承担起来，不用担心，宇宙会带你走下去，会一路陪着你走到底。而这个底不在这个人间，这是最有趣的。人间是个限制，而这个底是突破，超越一切，包括任何限制。这不代表说你身体有疾病会好哦。不见得好，但是你可以接受它了，你可以完全臣服到它，你完全可以知道，透过这个肉体，你找不到真实，你不可能开悟，你不可能把你想找到的找来回来，不可能的，肉体本身就是限制。我们承认有这个肉体，本身也就是承认这头脑是真的，这个世界是真的，宇宙是真实不过的。这是最可惜，身上的疾病你也可以接收了，发生什么事，灾难也好，不公平，甚至大不公平的事，你也都可以接收了，试试看，你的生命改了，世界不同了，一样的，还是有着肉体，一切已经不同了，但是你还是清楚的知道，你这一生
存在，有着肉体，就是因为过去的头脑、过去的因果组合的，所以你就轻轻松松活过一切吧，活过任何挑战，活过这身体想做的，也就放过它吧。身体本来来这里有个目标，虽然这个目标目的都是假的，都是虚的，你也可以放过这虚的目的、虚的目标。这么一来，一个人轻轻松松的知道这一生来做什么，讲不出来。只要可以说这一生来做什么，甚至把自己的身份找回来，把真正的自己找回来，连这几句话都是虚的，都是头脑的运作，一句话走不出来，讲不出来，做不出来，知道一切已经完成了，你还没有动，还没有做，还没有想，他已经完成了他自己，只是你不知道，还抵抗，还坚持你的观念。所以又一次，最后最多只能臣服，只能沉默，一句话讲不出来，一句话都不需要讲，直到一切都老早是完美，你就跟着宇宙完美下去吧。这才是你这生来的目的，假如还可以用目的这两个字来做个比喻，来做个表达。你看这有没有意思？假如我刚开始透过全部的你跟大家讲这些话，没有半个人可以听懂，我认为我是疯子，是不是没有事做了，头脑不清楚。今天不一样咯，我知道好多好大一部分的朋友今天来，你们可以听懂，也因为如此你们可以听懂，你们会一次一次来，你们因为受到感染，知道这一生好像找到了一个方向，找到了一个指南针，可能头脑还是听不懂，但是心已经共鸣了，心跟我的心跟我们大家的心已经达到一个共振，我们已经一起建立了一个格，一个意识格，铺到整个地球整个宇宙，把它包起来，跟我们不可能再分手。这个格不要小看它，假如有一天大到一个地步，它可以整个把这个地球带动起来，转变起来，完全把它做一个提升，做一个推翻也好。在我们人的演变，虽然一切都是头脑的作业，就是如此，它也会做一个受到影响，做一个转变。其实就是那么简单，可能连一个小孩子因为很单纯，没有像我们大人受到那么深的污染，可能都听懂，可能都可以听懂。这么一来，你这一次来清楚知道，要工作还是工作，要养家还是养家，要跟别人相处还是相处，还是重视每一个关系。在马路上看有人需要帮忙，你为什么不去帮忙？有任何人需要，你都可以把一只手扶出来帮助，这是变成你理所当然的行为，跟别人也礼貌，也很温暖，不是很冷淡。好，我干脆什么都不去管了，刚刚好相反，天真的像个小孩子，样样都可以做，有什么东西不能做？样样都可以，也可以享受啊，这个世界那么美，为什么不欣赏它呢？但是在无性当中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一切是个大幻觉，这一切是一个因果的连锁，而你在这连锁里面打转，知道了也没有事啊，有时候你选择跳进来啊，完成一件事啊，
完成这个事也跳出来啊，好得很，因为你已经解脱了，自由起来了，再也不会让这个世界受到影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你已经清楚的知道，你这一生来不是来奋斗，不是来痛心，不是来伤心不安、受伤、学到什么东西、追求什么知识、什么专业，还认为自己了不起，充满的傲慢、骄傲，不是，倒不是这样子，刚刚好相反。你这生来其实没有什么目的好谈的，最多你只能讲是把自己找回来，是醒过来，最多只是这样子。看今天讲的这几句话，大家可以接收。有意思的是，就是你不接收也是如此，他跟你接收不接收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就这样子。只是你接收，省掉好多冤枉路，省掉好多时间迷失的路，最多只是这样子。但是从一个整体的来看，也没有省掉什么东西。你可以说省掉的东西不存在。你看这个是不是一种悖论？再悖论，再悖论，它不存在。所以你讲说省掉什么？省掉我们头脑所认为的时间，因为这时间在你的头脑是真的，有今天，有明天，有后天，所以为你的头脑是省掉一些时间。你看这些话是不是又带出来矛盾？但整体他不 care， 他无所谓。你本来就是他的一部分。你说讲他爱你。你本来就是他，有什么好爱或是不爱？他本来跟你从来没有分手过，爱不爱没有关系，你认同不认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肯定不肯定也没有什么关系，你也肯定不来，也没办法不肯定，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从来没有变过，就在那样等着我们。这才是真实，有一点点到真实，这也是最可惜。我们可人那么聪明，表面上聪明，在各领域做专家，一辈子度过这一生，可人不了解那么简单的道理，可人要回一次一次来，摸不到边，这我认为是最可惜的。所以我还是劝大家把自己的生命的重点排列锁得很清楚，拨出来时间，从早到晚都可以练习，而这个练习跟传统过去你所学到的不同，没有追求什么功夫，最多只是一个提醒，你提醒你本来就是的，本来就有的，本来就在的。他没办法透过这练习给你任何东西，你看这微不微妙，而是做一个提醒你本来有一切的，最多这个练习只是这样子，但是不能小看这个练习，所以我才会讲从早到晚都要做这个练习，连睡觉都要做练习。我接下来一本书也老早写好了，是清醒的睡，或是清醒的睡眠 ，conscious sleep， 清醒的睡眠，连睡觉都可以变成修行的工具，因为24小时都是一个幻觉，都是一场梦，而你不拿这个梦点点滴滴每一个瞬间来追求真实，来体会，来承担你自己，这是最可惜的。我认为我的角色最多，假如还可以讲角色，也只是拿一个榔头在你头顶，你我不断的敲，不断的提醒，提醒你本来就知道的，你心中本来就晓得的，
不是说我讲任何东西不一样，跟你过去学的不一样。当然头脑会认为有矛盾，头脑会认为我讲话不理性，认为是不可能，质疑啊，到现在好多朋友还质疑，因为你们从你们讲话问的问题我就可以听出来，还认为这个人间是真的。包括我周边好多朋友，好多同事帮我们出书的也好，帮我们做这个作品做分享也好，很多都还离不开，还不相信。我讲我的，大家想他的，都是可人。但是假如我们可以接受这些，知道这是难免的，因为头脑本身它的用途，它的运作的基础就是抵抗，就是因为有摩擦有抵抗，我们才有念头，才有这世界。所以抵抗我讲的这些是理所当然，也没有，我认为也是合理啊，没有事。但是你的心懂，你的心可以听懂，你的心可以跟我们共振，这样子就好了。不知不觉有一天头脑会跟上来，这不用担心。你多听了几次，把这些书，我是在很诚恳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宝贵哦，好宝贵哦，有这个机会大家碰面。因为假如你很多这个词汇啊，有一些用词，有些字眼，你可以弄清楚了，这样子我就不费力，我可以不断的用读书会做整合。但是很多朋友因为前面没有搞一个段落，所以很多话我讲的听不懂，感觉有矛盾。所以这对这些朋友，对大家，我还是很诚恳，从需要从真元一到静坐，到一本一本，全部的你，神圣的你，不合理的快乐，我是谁，集体的诗意，落在地球，定，一本一本，时间的陷阱，一本一本，它都有个顺序，其实不是我规划的。是完全没有念头，宇宙带着我走，但是从回头看，是我回头看才发现有一套逻辑，它从有不断的非要叫我们你我转到在，但是假如突然讲到在，你听不懂，会认为这话是不是在读一首经，本来经也读不懂啊，那是不是在这个啊用古人的话还是怎样听不懂，所以才会用从有。讲到流，讲到 flow， 心流，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舍不得不做，舍不得不追求成功。我们认为什么叫成功？比如说做某一个专业的成功，你做画家是不是可以画更好？做建筑可以建筑的这个发明更好？做科学可以做科学更好？所以我必须要从有，从心流做得更好这个观念，一步一步带知道。在，其实不是我在带，是一个宇宙的力量，而这个力量本身就知道这个生命的方向，就是你我都有的力量，也就是心中最大的力量，它是无限大的力量，带着我们一起走，才有这些这几本书。所以我还是这次再提醒大家，因为我试试看，我们可能未来还有几次，我知道12月底我出差在路上不可能，那接下来也不一定会再办。我是希望大家很诚恳，我们大家一起这几次把自己的一切挪开，把自己的垃圾丢掉。我们这一生累积太多垃圾，太多垃圾，把全部丢得光光的，把全部衣服丢掉。就像小婴儿重新再来一次，把这一生最初的念头，最初的一个境界，小婴儿的念头，小婴儿这变成你最后的一个念头境界，看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假如可以做到，子仁为你我大家恭喜，再恭喜。来，我们大家把心再收回来，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前面的练习，透过中脉，我们吸收
宇宙所带来的真实的光、爱的光，我们融化，把自己融化在神圣的光，观想起来，从头顶、中脉、大指头跟第三指头把它勾起来，这样一个管子，从头顶观想一直到会阴一个管子，这样子下来，到最下面发现它不是直的，这管子是像个绳子一样的，所以要透过嗡啊吽把它打通。可以插到地板，这作用相当相当大。假如你很认真的做，很有把握，今天晚上睡觉完全品质不一样，你会带到你到一个另外一个境界。也不要去追求这境界是什么。那我们北美也好，欧洲的朋友，孩子白天，我相信你今天整天会不一样，很少念头，很少杂念，好像你人生的价值做了一个修正。所以我们一起来在观想，从头顶先用嗡把这个光观想起来，透过中脉可以扩散出来，扩散到心，到全部每一个角落。我们一起来头顶观想到会阴中脉亮起来，让这个光照明全部身体心铺出来，到整个周边，整个人间，整个宇宙。再一次我们一起把全部心中的失落、难过，全部关心过去的关心、破裂的关心，全部都挪开、摆开，全部烦恼都摆开，回到中脉，用嗡照明起来。把心中的慈悲、爱、光扩散出来，我们一起再一次。活在光，再一次。再一次，净化，净化，再净化。把身体的业障全部洗得干干净净，
已经知道不存在，没有一点一滴存在，全部都可以放掉。哦。让整个地球净化，我们一起来 Om 啊，到心脏，在 heart 心脏的地位的部位变成啊，然后到下面 Home 带一个念头，把中脉插到地球中心，看可不可以观想起来。从地下面一口气插到地球中心，跟它合一，一起啊！哦。再一次，用最诚恳的心、感恩的心，对这个大地，最多只是表达尊敬，最高的顶礼，最高的慈悲，最深的慈悲。哦。再一次，我们把自己的业障洗得干干净净的，交出来，让大地接受。Give to the earth, Mother Earth， 把全部的一切交给大地，不用担心，它可以容纳一切，把我们全部的烦恼、全部的问题 ，You everything, give it out, give to Mother Earth。交出来，交给大地，交给地球。哦。我们最后一次，再一次 ，Om 啊 ，Om。
这一片的宁静，你就喊着你这一生全部的潜能，是为的这个宁静，你这一生来的。这个宁静本来就是你的本质，含的全部你心中想找的答案。跟上个礼拜一样的，大家看可不可以话少，不要讲那么多话。今天晚上或是白天也好，明天周末还是礼拜天，话越少越好。不断的回到沉浮，回到禅，回到宁静。直到这一生，你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向，指南针其实就在眼前，就在心中。你跟周边的人完全不一样，这一生你已经清楚了，不会再受骗了。就是有时候会被带走，一想起来又回家了，看可不可以有这种体会。祝大家平安，充满的欢喜，宁静，光 ，Sat Chit Ananda。